欢迎收看 REMAX Power 7之置业乐安居，我是 Patsy 梁。大多伦多地区十月份的楼价持续上升，平均的价格是503,000，升了6%。独立屋的平均价格是630,000，升了7%。半独立屋的是470,000，升了6%。而镇屋的平均价格是380,000，升了3%。多伦多地产局表示，未来的楼价仍然会有升幅，还会比通胀率高。置业除了自用，亦是一个保值的投资好的方法。另外，目前不少投资者都会买商铺自用或者出租，而位于 Warden 及 Edmonton 的 The One Centre 就好受买家欢迎。将于明年春季落成的 The One Centre 交通方便，邻近戏院人流旺盛，极具升值的潜力。而我哋 REMAX Power 7團隊更加會為買家提供專業的租務策劃。 The One Centre 尚餘少量單位，欲購從速，把握良機，請即刻同我哋聯絡。我哋今次要介紹的樓盤咧，就係68號 Taprasky Avenue， 屬於 Richmond Hill Area 嘅。依間屋有2300尺，雙車房，有4間房，地下同2樓都裝咗木地板。廚房就有 granite countertops 同埋 stainless steel appliances 嘅。依度係位於 Richmond Hill 嘅市中心，2分鐘就可以去到 Highway 404。學校同埋公園就喺眼前，附近有購物商場同埋餐館，非常方便。今晚節目時間又夠啦，想知道更多物業嘅資料，可以到我哋嘅網站瀏覽一下，或者打電話俾我哋同我哋傾下。下次再會。